看一下最后的六秒钟，女孩给他让他打威尔斯，这球肯定是要自己干了啊！没有传球了，哎、外线超远进了。压哨的三分球啊，是在射程啊，嗯，所以夹击的幅度很大，但没想到这边是他正常射程，应该是有这个能力，就是你看他动作没有比较多的球迷朋友啊，觉得现在节奏有点熟悉，因为打得特快，你正常如果放到这个 CBA 的比赛啊，就是不会打得这么快速，回合数也多，外线三分球出手，好球。右侧给一个挡挡掩护，看看转移球，这球被截了，谁能控制住？哎呦，这身体素质！哇！而且这球给师弟撞得不轻啊！那如果说你不用梅杰里的情况，这球是不是该换国产小子？